欢迎您继续回到体坛观测站。今天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延长十八局，我在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聊聊两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球队。这两支球队呢都在中央区，我们先从美联中央区的皇家队开始讲起好了。皇家队呢，在去年球季呢，他们只有56胜106败的成绩，也就是说，整个球季里面，他们吞下了106败，几乎可以说是大联盟最差的球队之一了。而这106败呢，事实上也追平了皇家队单季的最多败场的记录。如果你仔细看看皇家队在最近几年当中，皇家队的表现真的可以说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他们在2018年呢就已经吞下了104败了，2019年他们又吞下103败，虽然中间呢有这么几个年头呢，他们不再碰触到100败的球季，但去年球季他们又来到106败。今天为什么想要讲皇家队这支球队呢？除了皇家队目前以14胜10败排在美联中央区第二之外，我认为皇家队在今年季前的一个补强，让皇家队今年很有机会能够来挑战50%胜率。当然有可能他们没有办法能够一下子就来到50%胜率的表现，但我个人认为皇家队今年有大幅度的进步应该是指日可待的。原因当然就是在皇家队的部分，他们在今年呢其实大力的补强了他们在投手方面的阵容，投手部分包括 Seth Lugo， 另外还有 Michael Wacha， 这两位投手都来到了球队的阵容里面。Will Smith 当然也是今年皇家队补强的人员之一，但是 Smith 他在来到皇家队之后目前的表现还并不是太理想。而皇家队的部分呢，我想先从他们的打击开始讲起。事实上呢，在打击部分，皇家队今年呢打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捕手 Salvador Perez 真的可以说是老当益壮，目前呢在打击方面不仅是打击率、上垒率、长打率，包括他的进攻指数都在球队当中名列前茅。我觉得大家都在期待着这位捕手什么时候开始要走下坡，但是呢看来 Salvador Perez 并没有让大家如愿以偿，反而是颠覆了大家对于他的一个观察，而使得现在的皇家队呢在进攻方面可以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另外一个对于皇家队来讲相当重要的，当然就是年轻的新秀 Bobby Witt Jr. 他可以说是目前整个大联盟当中未来最被看好的明星球员之一。Bobby Witt Jr. 呢，在今年球季之前呢，跟皇家队签下了11年2亿8870万美金的合约，最长可以来到14年3亿7700万美金。所以说，皇家队对这位年轻选手的看重，从他给他们的这个合约呢，已经可以可见一斑了。我想对于皇家队来讲，对于这位球员的期待应该是跟整个大联盟一样，对他的期待度都相当的高。那么我想呢，现在的 Bobby Witt Jr. 呢，不仅仅是在他的手背方面有相当好的演出，他的脚程当然是非常的快。另外在今年呢，他在打击方面的贡献可以说是在全队当中仅仅次于 Salvador Perez。 那么有了这两位选手呢，能够顶住现在皇家队在进攻部分的一个火力方面所需要的支援之外，我觉得另外一位选手呢，也是今年所有喜欢皇家队球迷应该要注意的一位选手，就是之前曾经有过肩膀受伤问题的 Vinny Pasquantino。 Pasquantino 呢，这位球员呢，如果说是肩膀健康的话，事实上他是可以给球队带来蛮多进攻方面的一个需求的，而且今年球季他马上就能够缴出这样的一个成绩。我想对于皇家队来讲，现在 Pasquantino 的健康对于皇家队来说也是相当重要。当然还有捕手 Salvador Perez， 他也许现在在蹲捕的场次上面有些时候呢没有办法能够负担这么多的场次，而后面呢其实也有年轻的捕手呢准备随时顶上来。我觉得对于 Salvador Perez， 他在进攻方面也许因为他比较少蹲捕的关系，可以增强他在进攻方面的火力，这个对于皇家队来讲是相当重要的一环。而至于呢，在皇家队的部分，今年呢，刚刚我提到了，就是他们投手的补强对皇家队应该可以说是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皇家队呢，在整个团队的投手自责失分率在2023年呢是5.17，但是呢，在今年呢，皇家队他们表现的真的可以说是大不同了。在今年球季呢，投手群的部分到目前为止只有3.18的投手自责失分率，而至于呢，被上垒率是1.26，平均的被打击率是2.42。皇家队他们怎么能够有这么样精彩的表现呢？事实上 Michael Wacha 还曾经在4月份有一场比赛出现了几乎可以说是爆炸的演出。 Seth Lugo 当然对于这支球队来讲是有相当重要的一个重要性。
那么 Bradley Singer 他其实对于皇家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投手，而更重点的是皇家队呢，他们在牛棚当中其实现在有牛棚的三轮马车在为皇家队把整个牛棚给撑住。目前皇家队呢在牛棚的投手自责失分率是 3.27， 跟他们在去年的 5.23 比较起来，真的可以说是有长足的进步。而先发投手的部分呢，在先发投手 3.18 的投手自责失分率支撑之下，那么跟他们去年在先发投手的部分 5.12 的投手自责失分率也可以说是大一齐去。所以皇家队今年呢在投手的部分在补强之后，真的是获得了蛮好而且蛮显著的一个效果。不过呢，现在才四月份，要看看皇家队有没有办法能够把这样的表现一直带往五月、六月，甚至到明星赛之前都能够稳住这样的演出。我们更进一步的从其他的数字来看看皇家队今年的进攻。皇家队呢，在进攻的部分呢，事实上在去年球季里面呢，他们在整个进攻上面得分量实在是不够多的情况之下，今年呢，有刚刚我前面提到的这几位选手能够把皇家队的进攻给撑起来，我认为皇家队今年呢，有机会跟去年相比，去年只拿下了56胜，今年说不定有机会呢，能够挑战76胜，甚至呢有机会来挑战50%的一个胜率。在美联中央区呢，其实各个球队呢在强弱方面态势并不是很明显的情况下，皇家队目前排在第二，仅仅落后给守护者队，而后面呢包括了老虎队，当然也是虎视眈眈。不过呢，像是其他的球队，双城队呢，当然也是这个分区当中不可以忽视的一支球队。所以我想，皇家队在这几支球队的强队环伺之下，想要杀出一条血路，并不是这么容易。但是比去年有明显而且更加长足的进步，我觉得这应该是皇家球迷今年可以期盼的一个点。另外一支大联盟球队四月份表现而且很值得期待的，就是辛辛那提红人队。辛辛那提红人队呢，他们在球季打到目前为止呢，他们的成绩是4胜10败，现在呢能够在国联中区呢排在第三名，前面呢当然还有小熊队，另外还有酿酒人队。不过呢，在2022年呢，这支球队还是一支100败的球队，在去年2023年，他们就打下了82胜80败，胜率超过了50%。这支球队在2023年摇身一变，正是让人刮目相看。那么今年来到了2024年，这支球队呢，在展望方面，我个人认为还是有相当不错的一个前景。虽然呢，不见得能够继续维持在50%的一个胜率，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红人队确实是一支让人看了就会一看还想再看的一支球队，原因没有别的，当然就是他们内野手的一个阵容上面真的是让人目不暇接，尤其是 Eli De La Cruz。 Eli De La Cruz 在今天呢对上费城队，单场还有3支安打、3次盗垒的表现，看得出来这位选手呢确实是红人队他们未来极力想要培养的一个年轻新秀，而且是有巨星般的风采的选手。他在场上的表现常常都会让人瞠目结舌。那么 Eli De La Cruz 在场上永远都是使尽全力在比赛，我觉得这也是所有大联盟球迷大家最想看到的。那么在内野手的部分呢，另外呢还有 Spencer Steer。 Steer 这位选手在今年球季到目前为止缴出来是全队最高的18分打点，另外他的进攻指数 0.857 也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演出。此外呢还有 TJ BridleTJ Friedel 呢，现在是因为他的右手手腕骨折，本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赛。但是呢，我想当 Friedel 呢能够回到球队阵容里面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可以给球队带来一个蛮大的帮助。如果我们来看看这整支球队在2023年跟2024年的一个表现比较的话，我们为大家整理出了以下的表格。我们先看看呢，在团队打击表现，在2024年呢，团队打击率到目前为止呢，现在虽然只有2.22%，还只能够在大联盟排在第24名，但是呢，跟去年2.49%比较起来，我觉得今年呢，在人员上面比较没有办法这么样的健康出赛，我觉得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而此外呢，他们在团队的上垒率上面3.07%，团队长打率3.92%，跟去年比较起来呢，除了上垒率稍微比较差一点之外，长打率其实是差不多的。而在团队得分方面呢，如果说今天的比赛不算的话，那么在团队得分121分，目前也可以排在大联盟的第8名，跟去年783分排在大联盟第9名，事实上在排名上面是不相上下的。而盗垒呢，更是红人队呢他们最突出的部分，去年的盗垒190次呢已经是排在大联盟第一了，今年的盗垒呢依旧还是排在大联盟之冠。
三振次数上面，今年吞下了226次的三振，去年呢总共吞下了1500次的三振，去年排在大联盟第五多，今年呢是排在大联盟第十。而保送次数上面，今年88次的保送排在大联盟第八，去年呢是排在大联盟的第九，总共被保送了556次。而今年长打71支啊，现在可以排在大联盟的第七位，去年的长打只有503支，是排在大联盟的第十二位。所以呢，我想对于整个红人队方面的在进攻上面，其实有了 Eddie De La Cruz 这么火力四射的一位选手在球队的阵容当中，事实上红人队的进攻是非常有看头的。只是看看像刚刚前面包括了上垒率还有打击率方面，红人队呢是不是能够在人员或者是大家整体的表现都能够随着球季的一个月一个月往前迈进的能够更加的提升，这个应该是我们要注意到红人队的一个部分。不过红人队呢在今年球季2024年球季开始之前确实也做了投手方面的补强，而这些投手方面的补强呢，我觉得应该是有需要跟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好好的来谈一谈。在投手方面补强包括了 Frankie Montas， 另外呢还有 Nick Martinez 以及 Emilio Pagan， 这三位投手是今年红人队在补强当中我个人觉得比较重要的三位投手。那么 Frankie Montas 呢，他在今年呢还担任球队的开幕战的先发投手，那么事实上呢当然也不是他第一次担任开幕战的先发投手了。2023年呢对于 Montas 来讲比较可惜，因为呢他的右肩手术的关系呢只为洋基队出赛了不到两局，但是今年呢如果他能够完全健康的一个出赛， Montas 呢应该可以给红人队呢带来蛮大的一个帮助，因为红人队跟他签了两年的合约1600万的一个美金，看得出来红人队也很希望他能够为红人队呢在整个投手方面能够带来一股稳定的力量。不过呢除了 Montas 之外，我觉得红人队今年做的最棒的一步而且是下了最好的一步棋呢，就是把 Nick Martinez 给签下来。Nick Martinez 呢他是一个先发中继两相宜的一位投手，而在今年呢他已经担任过先发投手了，也担任过中继投手，那么在三振能力普通，而且呢近年 Nick Martinez 呢他已经慢慢的从飞球投手变成滚地球投手，这个情况呢对于红人队来讲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红人队所处的主场 Great American Ballpark 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打者发挥的球场，应该可以说是现今美国职棒大联盟打者的天堂之一了。所以如果他能够变成滚地球投手，事实上对于他自己的伤害会减小，也其实对于整个红人队在投手方面的表现呢应该也有一定的拉抬作用。而且确实在今年球季当中 Martinez 他在两场先发当中表现的并不是很出色，但是在两场长中继投了七局只掉一分的情况之下，看起来 Nick Martinez 确实呢是这两个位置上面都可以让红人队来活用的一个棋子。而至于另外一位投手 Emilio Pagan 呢，到目前为止表现方面还并不是太出色，我们也很期待这位呢蛮有经验的牛棚投手看看是不是能够慢慢的把自己的状况给调整回来。所以在投手群部分呢，到目前为止今年的投手群 3.88 的投手自责失分率跟去年的 4.83 比较起来，今年成长了将近有一分左右，虽然目前才只是四月，但是去年呢虽然在球队方面得分能力还蛮强的，但是往往呢有些时候不够投手来花用，这是去年红人队的战绩只有82胜80败的一个原因。那今年有没有办法能够继续呢？当然我刚刚已经提到打击的部分必须要赶快提升，而投手呢看得到现在红人队在投手方面已经有进步了，尤其是他们的牛棚投手自责失分率 3.7 要比先发投手的 4.01 要来得更好，所以希望呢能够红人队看到红人队在今年呢在打击方面持续的能够有得分的一个好表现，而在投手的部分呢也能够继续的把投手的这个不管是先发或者是后援中继的部分能够稳定在一个比较好的表现，那么我想红人队今年呢要挑战50胜率当然还是非常有机会的。只不过呢在国联中央区呢包括像酿酒人队像小熊队还有海盗队这几支球队也可以说是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红人队要在这个分区要在今年想要杀出一条血路，其实我觉得难度也是非常的高。但是呢如果说红人队能够继续把他们的战绩稳定的在50左右的一个发挥，那么红人队呢确实他们完全可以摆脱2022年他们还曾经是一支百败的球队他们这样的一个印象。
那么如果说呢，球迷朋友，尤其是在辛辛那提红人队，又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元老球队之一，他们有一定的球迷基础。如果红人队能够连续两个球季稳定在50%左右的胜率来发挥的话，那么你怎么样能够看清这支年轻又有实力又有冲劲的球队呢？我觉得红人队的球迷应该会对这支球队的表现非常非常满意。所以现在才是四月份，而五月份呢，对红人队马上就是一个考验呢。因为五月份的红人队呢，他们在赛程安排上面将会碰上国联西区的几支强队，包括了道奇队、巨人队，另外还有教士队等等。另外呢，他们也要面对到的是美联曾经在去年拿下世界大赛冠军的游击兵队等等。我想五月份呢，对红人队来讲，整个赛程上面会是红人队的一大挑战。如果红人队他们能够挺过五月份这么样的严峻的赛程考验的话，我觉得对红人队来讲，毫无疑问的是一大利多的消息。也可以看得出，这支年轻的球队，他们能够顶住一波又一波的强敌，对于红人队整个球队的成长，我觉得应该也是一大帮助。好，以上呢就是今天在体坛观测站当中的延长十八局跟大家谈谈的两支球队，一支是美联中央区的皇家队，另外一支是国联中央区的红人队。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体坛观测站，我是常富宁，我们下次再见，拜拜。